为大家主持广东话评述的就是黄兴贵同埋江中德。好啦，各位香港嘅球迷们，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嗱，有个波出嚟啫，攞翻，攞翻空档咧，俾推翻身，扣，再扣，扣扣扣扣扣，再扣，扣扣扣，射！就系因为一跳扬，所以会变咗佢扣得嚟咧，就运到力啦，呢个波嚟啦，其实。好啦，点翻喺中间，佢尝试咧左脚劲翻，哎呀，中柱啊，真系危险啊！最佳嘅朋友之一。必入嘅機會啦，唔使輸到零比二，係咪有幸運之神眷顧咧？做呢個波遠射，完全唔中籠噶。呢啲咧就可以講話浪射啦，係浪浪偷嘅浪係嘛？浪費嘅浪，佢係有能力咧就係三十多碼咧，一個呢個妙射可以解決咧，就係對方啲球隊。哇！好似射籃球咁樣喎，真係。哎呀哎呀这个波呢面背向龙门的能够可以刮到个波啊机会呢倒挂金钩。今次摆得好准。好笑。嗱再开个波出嚟呢倒挂唔成功。刮到出嚟喎。哎呀竟然摆乌龙啊咁坦白啊摆乌龙啊估唔到现场射神啊竟然是摆乌龙做咗呢场波嘅最后一击。变咗咧，睇唔到香港小姐选举啦。如果系要咩，各有所好啦。冇错，哎，冇越位啊！嗱，翻到最重要呢一环咧，就系扭过龙门，喺个波系冇越位啊！嗱，扭过龙门咧，我仲敢抗，就俾崩晒个位啦。呢啲咧就系嘥咗个黄金机会啦。哇！呢个波打得好硬啊，因为咧系冇咗个落地嘅重心支撑。冇错啦，麦包劫火腿啊！呢、这个咧系两个蓝色劫一个块火腿，呢、这个哇！呢块火腿好大块喎，因为咁鬼死高，两个人都唔够佢高。正如一个魔术师玩到完晒啦，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啦，都能够啊喺顶帽度啊抽只。套出嚟嘅吓，你话系咪魔术师啦？射一球，世界嘅波，有掌声，冇来世啦，呢个波，哇！神奇，顶级，超长，任你点样去呢个咧，就系演绎，都系咧妙绝。即系以佢哋嘅兵权啊，同埋啊咁高水准咧，系。第一轮比赛要话分组赛事，我够胆讲，听住先。若然入唔到，我请你食鲍鱼，加埋翅，冇所谓。多谢收睇，黄兴贵同埋高英德同埋个 friend， 拜拜。